控制。怎样？那忘记上大学。大姐的孩子，哦，他这人地忘记的可可要嘞，这多忙的，啥从不要嘛嘞，这啥也希望跟阿松从不要嘞，阿松他他大姐你这嘞这嘞从不来嘞，这啥叔叔啥从啥从不要嘞，这位子呢，多忙的啥有啥的事，啥多忙的，娘子也不要嘞，咱这他个了，他他这个弱智不可阿松。这不过说我今天拉药去，可能我是用个药去，这子那个呢，十里我他家也上过药，八里上过药，哪个子呢？都另外去涂药嘞。我是在还在搞直播，在三年级八里，他说这不过了，弱这不过，计划这不过，送计划这不过，那么六几年他是弱这不过，不拿他还在啥子的，我是涂药嘞。那我是的，把道理，那都会吓人的呢。哦，啥子的，这我是涂过的。我是马达贵，马帮不用到多少个做的呢？马达帮不是马的，这马道理他不讲做的。这里这位这里，王总多马了对吧？不马了对吧？那么这有，这能多马了对吧？你多马了对吧？咱们邻居多马了对呢，都是有的。这里至少他们这个呢，有些的呢，多马了就硬扛有的了，多马了就是也有的。当部这里也也扛得起吧？这那他们就中扛。那一些把这些新天王厂那的，那不差嘛，我要得特别要的。那这个南非个吃个吃不着要的，东半年那的呢，这样讲了东半年了嘛，这这样的玩意就，那南京是这这个原地要的，那一些把了，这些就多门呢，那的多门的家也看我这钱不到，多晚上结果的是吧，把的那些把的，那我们把感谢用了，这里就不是。身体中的猪八戒，我是陪我的，八的三十八的，什么人七八十八的，今天呢，南京个的，一些个人在那个，就把啥的，那么，啥看清不到了，这里查着我要的，这里边呢，一定要看到他妈的，也要看清不查着的，今天呢，这里就把啥的，那么，别个咱中华也不能开过那要的，这里，都不用的，俺开过这样的人。出发开过了这里多难，出发那么算就没找到药的，失败了这里，死了的是怕的，那他就死了怕的，那他就死了他怎么上这药的？这那他就搞的，反正就上这个多的。我说昨天又找啊，南京的，这里死了我找啊，去后街这些都我找啊，算是什么的？那他们就上这的多的，这你把这药往那来接的人说。上这里就会有人吃了一样，做的上这里有人，再加上这里多嘛三个有人，他妈我整的稀巴烂，到目前也扛的稀巴，什么了烂稀巴，你把了烂稀巴，什么人去把稀巴，一万的是烂的稀巴的，这里办的时候都是去民营，当他的吵架的，家多的干嘛不是那嘛的，当着我们办的时候对那说话，他们是那他们的。多少人就跟着这个节目是啥了嘞？是那个啥子去了多了，哪里超多多了嘞？这这位的多嘛，啥子吃不着的，都是居民老早发票的，老板对吧？他就发货嘞，这都是居民的这个包装的。这里说给他们的共产党卡他们的鱼，吃中的鱼嘛，反正种种用干啥的鱼的，人都很要的。这这位多嘛个王瑞。多嘛的这些过上跑步的，从各方来管，再上下一个打个龙，一头一两个身，再身的那个身体就把这里还红火的，变了，一头就往往下火了的，往不上从往上的开始。那么。在密宗的灌顶当中，我们应该要晓得灌顶它本身是一种象征的手法。那这个象征的方式，是用所依的圣物来进行的。比方说今天所要使用的圣物就是石子，用石子来代表本尊。我们现在没办法把石子当成是本尊来看待，但是在灌顶的时候，你应该心想它就是真正的智慧本尊。我们之所以不能够见它就是智慧本尊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都有能所二取对立的二元对立执着的心，所以不能够见到实质，就是本尊的自信。如果我们拥有菩提心的话，那就能够真正的见本尊，实质就是本尊了。所以我们要在领受灌顶的时候，应当观想这个实质，它并不是眼前所见的这个样子而已，它实际上代表的是智慧本尊。实质跟智慧本尊它的意涵是一致的，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认识。那么这个就好像说是我们在看待佛像的时候，不雕刻或者是绘画的佛像，像阿弥陀佛像等等，这些都代表着真正的佛菩萨，他们是佛的化身，所谓的工巧化身。化的意思就是应现，如何应现呢？它由菩提心而应现出形象，所以这也是一种代表的象征手法。我们是用实质来代表智慧本尊，就是这样子的化身的意思。当然佛的化身它由于具有菩提心的真实的意涵，所以它能够行种种的佛事业，而真正的就是佛陀三身当中化身的一种。佛陀的化身有很多面向，比方说艺术品，像是佛像啊、佛卡，这些就是所谓的工巧化身。而有所谓的种种化身，像是很多的上师、善知识们，这些法师则是佛陀的应现，他们也是化身的一个层面。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认识的话，正确认识密宗所讲的象征物跟它的内涵的话，那如此一来，我们就好像是孩子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一样，非常悠然自得的在非常熟悉的价值当中，保持在那个境界当中来领受灌顶。那么在领受灌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很多的象征物，比方说有时候用宝瓶来做象征，有时候用石子来做象征。我们现在就是依靠石子作为象征物来做修持的。由于依止石子来做象征物而修持，所以我们灌顶的时候也是接下来会有依石子来做身与意三种灌顶，随取灌顶。那我们待会在灌顶的时候呢，应该要了解石子本身它具有四种意义，具足四想来看待石子。所谓的具足四想来看待石子，第一个呢就是将石子观为无量功想，也就是说石子它的第一层意涵，它代表的就是本尊诸佛菩萨所居住的无量宫殿，就好像是一个非常豪华非常华丽的旅舍一样。虽然诸佛菩萨他们是遍虚空寂的，但是呢即使是上亿的诸佛菩萨，他们也能够安住在一微尘之中，就像是佛经里面所说的以一切空故一切皆可成，因为一切法都是空的缘故，所以诸佛他们也能够含藏在一微尘当中。所以这个石子它当然能够代表是无有穷尽的无量宫殿。接下来第二个是将石子做本尊想，也就是说石子它代表的就是智慧本尊，它能够饶益等虚空的一切有情众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将石子做供品想，也就是说它的石子的自信，实际上它的自信妙丽的展现，就是本尊的本尊的男女相，比方说眷属的永赴空行大众，他们手持着种种的供品，应有尽有的五种妙喻的供品，向坛城做献供，就好像说一个非常高级的旅馆、高级的饭店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设施、各式各样的享受一样，在这个石子当中，它就代表着本尊的天众、天子、天女们，他们手中持着各式各样的妙喻做献供，这个是将石子做供养想。第四个呢是将石子做加持，或将石子视为悉地成就想。什么叫做本尊的加持呢？本尊就近的加持就是慈悲心的就是慈悲心。因为我们苦难的根源来自于我执，而对治我执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慈爱心，就是慈心跟悲心。八万四千法门总集在慈心跟悲心这两事当中，由于有慈悲心的缘故，所以能够根除我执，能够行持四种密宗事业。所以我们在实质的四想当中，第一想是做无量功想，第二想是做本尊天想，第三想是做供品想，第四想是做加持悉地想。那我们在灌顶的时候会给大家以石子来进行身与意三种灌顶，然后还会给大家分发马尼
六字大明咒的这个玛尼丸，那这个就像是萨迦派他们也会自己做自己的这个总级的保法药一样，我们职工派呢也有这个职工嘎举，也是有六字大明咒的这个保丸，所以这个石子就像这个六字大明咒的药丸呢，希望大家回去能够珍惜，然后并且能够去使用，早上可以吃一颗，晚上吃一颗，大小是不拘的，你不要不用想管他说他小小一个，只要吃像一个芝麻般大小的这个甘露丸也就可以了，早上吃一个，晚上吃一个，这样子去使用它。那么我在接受灌顶的时候呢，我们会用石子作为生物，除了他刚刚所讲的四种意涵之外，我们以石子来进行身与意三种灌顶。第一个灌顶的时候呢，就是观想，就是石子的自信为本尊身；第二个呢，是我们观想自己自己的语言一切音声能为本尊的咒语，然后再来呢是自己的心，就是本尊的心在这三种境界当中，以石子为同样的灌顶物来领受这个灌顶。这里大家要听听我说。让他说的哦，我把红酒过上头子，我有的是，因为个子拉上去，身上就出现我了，我红什么多的，就拉长眉毛了，再上去身上看见头发了的，我拉上去，等拉身上就挂的，身上就不摸了的，拿到个子更加重大了，刚刚送的了，再送了的人在空间里去，然后他给接待起来的。所以我就这样从上头吧，头多半年的，大一年生的没戏，对了，从我这头的时候，啥这头的时候，什么就跟阿婆家里女的，那他都没几女，女娃儿的你不给他说，我这吃的他们这个吃了把菜多的，你看你这个娃儿都给养到养的吃了那一吃了的，那个炸东吃的不能中上了，或者是炸东的这吃的嘛得肉呢。아그말때라도나때로마볼때너들이참을때는좀봐자마시리에그여리자동만좀봐야돼서중대사여리사회성대사가좀좀되는애로그래근데그좀해서안되고통장도동만이대미소리좀봐내랑게하고이런시에터가들이송거그저대사지사회구성투정좀랑을이제는아강에가요매봐그인위생긴하게동일버트봐如果他是用这些东西，那就能用了。比如说，他叫他进去嘛，没的，后生的他们那边的人，他们不会同意的。那时候，人家客气呢，人家抓住他们嘛，人家拿手去开的。别的没人，那他妈的，这个第一道的呢，那他抢嘛，他是哪个的？是哪个的呢？所以，各种不同的动物，各一种，我们什么动物啊，同一种动物，红的，把肉夹上嘛，把它拉上肉夹上嘛，不如呢。这上面你把这的你可以用，我这上面我妈的种的就是麻的多多种出来。别这头有的时候还长还结果了的，这头多少的呢？这的呢？是那么多少的？那么那什么一斤有的？一斤我不考虑，别说你不可能了。一斤的那个另外一手的麻面的，没到送到了家里有的。这没把谁把这手的来过送出来。是他们来我们，你稍微的出点钱，就没多用的，就完了，就多用了。这马车中好的，马车稍微的，就那个多用了，拖拉多用了。稍微的，没那些没多，就是没多，就差不多就没用了。没多稍微多过了三千块什么用的，大概就没用了。还好了，大些的我们那里什么的用的些多用了。这罗马车的开些的。去这趟马去呢？没到十五分钟就给下火车了。我们开始要的别的到了，要我们十五分钟到，没到十五分钟来就给他到下火车了。还能开车么？要来子？在接受灌顶的时候，我们总是观想自己就是本尊，并且在头顶、喉咙跟内心。分别观想代表本尊佛身佛语佛意自信的欧玛哄三字，以此三字来领受佛的身与意的加持。那这加持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加持是来自了知佛的三身的本性。比方说外在的身的加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显空不二，了知显空双运无别，
这个就是如同见一切现象都是有如彩虹一般的佛身，这个这样子的佛身，他的自信是显空双运，这叫做身加持。语加持是什么？语加持是了解轮回跟涅槃在内的一切万法，它不，它的真正的意涵，佛说八万四千法运的一切意涵，都在轮回涅槃万法的真谛当中，如此封印，封印在其中，这个叫做语的加持。然后意的加持指的是了解到内心的本来性空的这个本质是没有二元对立的，没有能所的执着的，这样子的智慧叫做意加持。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得到身与意加持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口意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身有各种不舒服的地方，有各种不协调的状态，语言总是讲着跟贪心嗔心相应的话语，内心呢想的都是轮回法。比方说我们不懂得身空不二的道理的缘故，所以我们会执着文字，当别人辱骂我们，别人用文字来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执着这个文字，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就把这些当真，由于当真的缘故，所以就跟对方吵了起来，这个就是不懂得佛语的加持的缘故。所以应该要晓得在世俗当中一切法的真正的相对的真理，就是业力因果真实不虚。在圣义法当中呢，一切法的本性是自性空，了解这一点的话，自己内心就不会忧苦，自己内心不忧苦之外，也能够展现出化身佛的功德，也就是饶益有情众生的威德力。就像是至尊圣者达赖喇嘛尊者，他自己是外相上来说就是一个人而已，但是他影响了多少的这个世界上的有情众生呢？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如果你不懂得慈悲心的价值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够顾好你自己这一生的生命而已，你不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可是如果你晓得原来自己的心跟别人的心其实是没有界限的，没有隔阂的，你能够用菩提心，用慈悲心去化解人我的隔阂，而发展出你的慈悲心的话，那么你是可以影响其他人的，你是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去展现化身的妙力的事业的。如此一来就是得到了所谓的佛的身与意三密的加持。代表佛身加持的精华就是嗡字，代表佛语加持的精华就是阿字，代表佛意加持的精华就是哄字。那这三个种子字代表佛的身与意三密的精华，那实际上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所谓的如来藏的本性。就好像说这个奶牛或者是羊他们有什么样共同点呢？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产乳不管它的外在形象有什么不同，它的本性产乳这个本性呢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欧玛哄三字，我们把它说成是佛的三个面向的功德，实际上这个面向的功德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也就是基如来藏。这个佛种性如来藏呢，现在就像是种子一样，它还没有开花结果，因为还没有适当的条件让它能够发芽成熟的缘故，所以它没有办法展现出如同百花盛放的佛陀三身的本来功德。那要怎么样让它能够展现出本具的佛陀三身的功德呢？就需要有外缘，这个外缘就是慈悲心，就是菩提心。当它遇到了慈悲心的滋润的话，就会发芽，就会开花结果的，这个果就是佛陀的三身。那如果他没有办法遇到菩提心，没有办法遇到慈悲心这样子的增上缘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就不能够成熟，这个种子虽然在，但是不能够成熟，那今生就空耗掉了。如果对于这样的道理能够真正的认识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深信因果。有些弟子他们对于广大博大精深的佛理并没有办法方方面面的都掌握住，可是他们由于过去宿世所修习的智慧的缘故，所以光是跟他说种子跟花朵之间的关系，他就能够了解业力因果的道理，并且深信。这样子的弟子他们确实是有福分，确实是有办法以这样子来深信因果的。如此去看待自己的本性还有菩提心与自己的佛的本性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心情多好，我的这说的那个说的那啥，我的说忙不了，那从咱们这里的心情好不容易的过送头用尽车啊，可能唱个药汤啊，吃了药嘛的，而这个这里的啥啊，身体东西我吃了没，这么这家伙我吃了没有的，这刚才这里他都忘过了，刚才这里
新竹过长明嘛送亚马拉达偷的，出到苏丹要用地道出来出的，过那儿白肉往那边，你拉什么的要买，你这啥东西呢？哦，我那个高中初中的，没得用了他，另外一什么的这些家长用地道出来的，就买点吃了卡了，这个两家卡了，这个我哈包过来的，往各个方面没放工的。온다아홍제들뭐가서범아드네제를얘기했는데범을온것까지다온건지들온거랑플라이온거보다랑소폰을포마사들아그소폰들은실공과보라남자는내쳐봐야되는데남자책송소폰은자손은지이사이권자손지아지들은什么炸长街的呢？一家人们炸人家上，上嘛炸上嘛的，哪个炸人家上？有好多干的呢，他熬的哪个？哪啥锅油啥的，哪多的？红的的，鲜的啦，熬人家把这的呢，比如德西克把那的，这样没把这，这样没把这，鲜的把它得的，得到我这的，往日里去的把钱没要的。你这种光你这东西叫了多嘛用不干的，这个多嘛的，这个这啥啊？加冲上去，这落过来就是把头发擦的，这个不是擦的，这种加冲上那个干松的，你这个高松的用进去啊，现在光头松上，你多嘛就是光过来过来，这人吃点也不要的，这就拉干净的嘞，拉干净的，这光过来不叫不叫的，这多嘛过来叫叮，这是落了的。落落就把人家那个搞开膛，但是这个他人怎么把这些单位，你们把这种这种嘛吃的不消的，你吃多少也搞得吃上上的嘞，这是光过来的。在这个法门当中，主要修持的是文殊阎摩地主尊、眷属、五尊。那灌顶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应该要晓得从外在的世俗相对。的角度来说，它是五个本尊相，从内在的究竟意义来说，它实际上都不离究竟圣意的文殊阎摩地的身与意功德事业五个面相。实际上这五尊它都包含在主尊当中，并不在外的啊，只是要现起立身事业的时候，它以光芒相现起百千亿的化身来饶益有情众生，所以才有所谓的主尊跟眷属的差别。实际上它指的就是文殊阎摩地的佛身、佛语、佛意的，还有佛功德和佛事业啊，这五个面相的功德。比方说那他的身啊，就是文殊阎摩地，他的语呢就是佛眼佛母，也就是邪眼马摩，还有包括他的语言就是扬曼丹嘎，然后呢他的身化身为黑寿主，然后呢羽化身为黑命主，这些都是他的功德跟事业的化身。当他要行持不同的饶益有情众生的事业，或者我们用普通话来说，当他要做某些工作的时候，他就有展现出不同的相实际上这些相都是，还有这些事业都是不离开文殊阎摩地智慧的自信的，这一点务必要认识。那待会在进行灌顶的时候，大家就把自己的心专注在观想欧玛哄这三字上面一一的领受灌顶，好好的观想。比方说观想欧字的时候，你就想着文殊阎摩地他身上放出欧字，这个白色的欧字接触到放出白光，接触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变得晶莹剔透，好像所有的障碍盖障就完全经过焚烧完全去除了，所以你的身体就变得像是霓虹，像是彩虹一般，非常的剔透，晶莹剔透。这个是在 OM 字的时候做观想，观想自己的身体完全转化成为无有任何垢染的身。然后观想二字照射在你的语言的时候呢，你就观想，你就想着任何来源的音声，所有的声音呢都变成了Egayama 的这个咒语，所有都变成他的所有的声音的自信，就是文殊阎摩地的心咒的自信。然后当观想哄字的时候呢，你要提起正念，想着我就是本尊，心犹如虚空，
他本就是心，就是犹如虚空自性的本尊，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这个哄字上面。当你专注力放在哄字上面的时候，就不断的提起我就是本尊，并且呢自他是无别的啊，这样子的正念，如此就会超越自他的对立法啊。在寻就是按照过程进行灌顶的时候，你就一一的啊去思维前面所讲的意义来做灌来领受灌顶。在接受灌顶的时候，我们会把石子放在你的这个三门的位置，放比方说放在你的头上。实际上呢，你就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放在头上的时候，你就想着好像是自己在领受这个灌顶。那么，用一个譬喻来说，就好像我们要照亮这个世间，需要有灯泡啊，有灯泡的时候，灯泡它必须要接电嘛，接电电接通了，它才会照亮，才能够照亮世间的。当这个电一时之间受到受到这个灌顶的力量而接通的时候，我们就与佛的圣于意的功德，与文殊阎摩提的圣于意的功德都能够相契合了。那待会在进行灌顶的时候你就想着，当比方说石子放在你头上，你就想说哦，我已经得我这个要跟本尊相应的这个力量，这个电流呢已经接通了。用这样的去观想领受生于意的灌顶这一次的条件就是由于施主慷慨的提供条件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灌顶的环境。那待会会这样子依次的给大家进行灌顶，大家在当石子放在头上的时候，就好好的按照前面所描述的欧玛哄三字专注的做观想。온 과거 주는 데 루싱콩을 매잡아야 되더니 루탐지 책송사람들이 라는 뜻인지 토르거를 껴서 다들 이제 책송사람 말해. 观想这个石子，就是文殊阎摩提，他放出白色的嗡字，然后就像是火焰焚烧了一切盖障染污，自己的身体就转变成为智慧本尊身。주제 이제 몰랐단 말이에요. 몰랐단 말이에요. 이제 마행이 다 빼면 되네도 좀 이제 봐시게 좀 보는데 맞아서 저기 약간 이제 별로 봐도 약간 이제 이제 우리 전화가 몇 사다 전화해도 뭐 걸려도 그래도 그 밥을 조금 나 때가 탐해도 이제 그 덜덜라 다음에 너지 랍이 덜덜라 사용도 못 가지고 그러고 잡근 거고 받았듯이 조금만 내가 담에 전도적 나가서 자유의 예금을 자르고지 도강을 아래 도용 중앙에 우진 걸어지 도와줘야 되지 아시겠다 더 바꾸어라 소를 아저래라도 말해줘라도 더번에도 좀 보시지 어라도 소리 다시 좀 까만 배우고는 정말 요진의 정의 자르당 아저를 지금 시화를 짜야 되는 사람 정말 매일 좀 보시 아까 저도 너무 바빠요. 그래서 나오는데 이제 너무 바빠지나도 이런 데서 왔는데 이제 번역 잘하는데 뭐 막 아니 되냐? 그냥 그냥 이제 왕도로 거기 이제 왕도죠. 왕도죠. 버리도 저 그냥 뭐 던지면서 끝나는데 나서 저 끝내 뭐 거야 돼 왕도. 이까야 맞아라. 저 까야 매경화. 以上是得到了佛身升起次第的灌顶。将来能够证得佛陀的化身。
你爱来阿妈婆的住了对，让个阿道对，一直烧了打烧去，哪个家人叫送上老母子这里，这公婆儿子。接下来是雨的灌顶观想，从文殊阎摩底的喉间放出红色的阿字。照射在我们的喉间的时候，使我们的语言还有所听到的一切声音，它都转变成为咒语的自信。红烛香木有就是那水的云气嘛嘛茶梅嘛古道嘛姐姐参与嘛就被你们就是小金子创建的金啊家里到家里就在跟他的所以就是我们有参与我娘别的都在家里相信的路这个东西就一般的路忘过了或者妈妈说忘同学我们把这东西都去送枪啊都去把这东西都打死掉送去把上个东西阿阳金黑大阳嘛都是都是那我个别看着火那我个别看着火那我个别看着火公开当天阿拉松阿龙就是把个人多个玩家的谁把我可以送个网通的今天我龙他不要的以上得到了雨的灌顶将来能够成就佛陀报身果位多么的我他多么的信错也骂的这个红的玻璃我这个佛陀把这个讲的已经够成的且那南京人卡村的，你跟哪个地方是叫老板叫他做，他的各种生意上，你拉着我的，你往里的红里的卡进来的呢，他的另外一种生做的，那块的呢，就是这个啥子东西，就这个我们特别的，原来的看着红果就就这个啥子东西，我们七八没法送。就是这三件东西，我们七八样的红豆块品的呢，它一个红就嘛它的呢，阿七八杂呢，生养的呢，哪怕那些，那是一把那些家虫啥的呢，啊，光过日子。接下来是一灌顶，前面的佛身跟佛语的灌顶都是属于之分，真正的精华是佛意，它代表了一切。精要的意思就像是身口意三门当中是以意门为主一样的如果要问三世一切诸佛有没有办法同时的观想三世一切诸佛呢有一个方法是可以观的就是观哄字观哄字的话与同时观想三世一切诸佛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观想当你猛然的提起正念而观哄字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是无碍的就是通彻的就广阔犹如虚空在这样子的观想之下接受一灌顶红叶那些叫杨妈等等姑娘们了就成一把咱们就这位小姐姐们就把爸爸也打扮过了做了茶叶心里找不给妈的都是他要找个那些东西做手机杨妈的忘过了或者你给你忘多久或者你给你忘多久红把你的就参加我的因为这特大的拉萨就特别特别的有红眼睛，这嘛也嘛得了得嘞，这大白看啥那红，透过网差不多的，都是出面啥呀？有的，罗马的人家都透过有的，这罗马的那些红流啥，别讲不了的。以上就是一灌顶。那为了要代表一灌顶，我们会分证刚刚所讲的六字大明咒的法要。每一个法友都会得到一个，都会得到一份。那你就想着这个每一颗法要，它都代表每一个哄字。嗯啊，好
我妈呀，用谁说我都知道，总是做大的心。那总活干的，总一个人，我在那看到那个包子，那这个钱那边找我地方去啊。啊，那家南昌街刚刚生下了吧，就大年纪到底多嘛的？他要求那的叫了，你要我们，真是就多嘛的这个广告，挺可恶。等老准没到了这一个，等叫了他妈他的等，人家等老准没到了，他太多等家伙了等，如果是差点，这等老扛上上的，第一等。这个手机也不好，他这种做广告，这种拉倒嘛用的，你们把这光，你说说的，什么样把这个来的？接下来要观想这个石子放在，就是这个观点是要把石子放在你的头顶上的，然后你就，想着就好像是一阵，一阵光亮，整个照亮了你的世界一样。这个石子放在你的头顶上的时候，你就想着心变得极其明晰。而且呢，当这个石子在放置的时候，你应该想着它是放置在你的头顶上的，让你心变得极为明亮，用这样的方法来领受石子的观点。等刘金刚的三年的我要有人压力要不够，那用球什么用球好，用球那是不是有人我就忙了两回了嘛，我老婆都总结了工作啊，忙活的早很好。这工作的话，他哪里落过来了？我母亲要出家，就把家当了之类，就我在他当住，就是我个人的话，现在没结果怎么呢？如果说没有把结束吧。我当然经常跟人家谈呐，多巴的啦，到底进来没巴谁巴谈谈嘛？我当最近了，你巴谁巴谈？我当然找谈没巴谁不跟？什么个老子老子这叫我那这这谈了就找不着那个同志帮助。等三年就听到你的老爷爷话的，这多巴的你干没听呢？说话的他干没听呢？然后呢，出去加啥生呢？你从我身体上就杀鸡，再把身体累积上去，打过架，再把这打了等于，你萝卜干米，还想干什么？都把米吃嘛，等于的，我也有的。你这干米，南阳听不搞，或者南阳是干米些呢？南阳的干米，人家接人都光呢，人家吃有的等于家里头呢，哦，南阳干接人的这个还搞了大呢，等于，这等于这南阳的接人光就吃的嘞，这东方家呢？这个呢，看一年嘛，大量的还讲他起过来，这咋过来的？接下来会念一段祈请文，这个祈请文的内容在我们之后几天的大修法本里面也会有。它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掌握了，自己掌握了法身的王证，也就是攻克了法身的境界以后。就能够行持救护众生，能够弘扬教法跟饶益有情众生的事业，应该这样子做祈愿。那么在念诵这个祈请文的时候，照理说应该要配合着音韵，用唱诵的方式来念诵。那当然也许传统的音韵的唱诵法在诸位来说不是那么样的熟悉，不过它是很有必要的，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随着声韵来唱诵词句的话，能够使我们随文做观，对于修持本尊升起次第的每一个过程的观想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应该要重视在唱诵的时候的声调的正确性，这个部分将来大家应该要予以重视。一国生王国的国生就这么把下大鸡巴打王爷不吃王人莫解脱然后就是多久的你就往这这么往上好大爷当时就上了这个我就问了呗干嘛见的是干嘛见的是说对接着打接着我王爷就当上好王爷的
忘记个是把的机，大家就忘记讲的，同他做农药嘞，多么久过来就忘记当时，忘记我都做过来。以上，所圆满的是第四灌顶。那么，一般灌顶常常完整的灌顶会有四级灌顶，那前面已经。连同就是按用一个石子作为所依的生物来依序的灌给予了四级灌顶，并且连同他的三昧也赐予了。嗯。黄花的吧，送个黄花，龙的，龙花的啥是不多的。等于我的下头们设计的我刚刚买的我好的给他你把的我不是要问他的你把的你把的把的我刚刚讲你把的你把的我刚刚口头的给你你把你把的你要吃什么口头的你把菜的东西我们刚刚就不停止经常的那对面这样的嘛都对你我在高级的地方这把子哦他这把子了对你这些啥的话你甚至马虎的是甚至的我说的对你啥的这样没法查了对你这亲人的哦他马上也啥的这样没有这啥的生意就坏了让他也拿我去了我心里他们现在那几年的他也有人我心里他们就上街了我说的你搞了这轻松那他就大概就不得了大概就不得了他们娘娘的经过也是接下来是要做咒语口传这个咒语口传的时候要解释一下透过念修四支来说明本尊咒语跟自心三者相契合的道理也就是说不断的反复念诵本尊的咒语是属于念修四支当中的第一支也就是念修支那念修支的时候并不是重点并不是放在念修的数量因为如果只是去管数量的话它只是结下一种良好的缘分而已并没有太大的意思应该是要专心的在观想这个咒轮上面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能够稳定的进行念修的话接下来要观想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咒脉开始转绕开始旋转观想咒脉旋转的并且继续持咒这个是称为念修四支当中的进修支之后呢第三个阶段是观想旋转的咒脉放出光芒饶益众生这个是四支当中的第三支修行支当你真正体会到真正了解了心跟本尊的咒语是相契是无别的而且能够不会忘记心跟咒语是无别这一点这样子去持咒叫做大修它是属于念修四支当中的第四支它了解到自己的心就是咒语咒语就是心而不忘此意这才是真正的大修如此一来你就会晓得说自己实际上从来未曾与咒语相分离他不离咒语不仅仅是自己如此其他众生也是如此如此一来你就晓得原来众生真的就是佛所有的众生都是本尊都是佛菩萨这样子的观念不离于心我们才叫做真正的大修所以在念诵咒语的时候不要只是专注在能够念诵多少次的咒语这个次数不是重点以上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做说明的与诸位分享那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翻译你不把你等啊送我一靠过来你到底用这些马卡里我好七八八那些马卡里你到底是真的你那个我一直写把它用的你那个你的阿托这个也没得了红牌这些就不要在这里头痛的这些那个人会不会有说等于送话也过了等于是你我搞不清会不会有说东海用过了黄河油了十六年的你中华中国的那边呢黄河油上我黄河中国的黄河油上在这里放马上往上的这里放过来如果要按照法本所讲的观想方式的话会有点难观想所以待会在念诵咒语进行观想的时候你就想着欧玛哄三字如同
大雨一般纷纷降临在所有众生身上，然后附送咒语。如果你会观想的话，你也可以观想在自己的心坎旁边有这个Yamataka Honpei的这个咒语，就控制在心坎，然后呢周围有Yamataka Honpei这个咒语环绕着它，然后Om Mah Hum三字的咒语呢不断的降临融入到自己的心间。如果你的观想更稳固的话呢，你懂得观想守护咒跟回遮咒的话，那守护咒你就观想它是顺时针方向旋转，回遮咒观想逆时针方向旋转，然后它都是以光的轮转光轮的形象在转动的。做个头发红头呢也都叫蒙了，谁当别人也叫头发压不那个的啊，不是也都也过了我往上的同学们啊，我用把你有那个你们这个红头发觉得我也过了疼，他拿我给你同学当时拿我用把就是头发看看那他妈说什么光景啊，这也记得说哦啊做这个哦啊做这个亚美大哥亚美大哥烘焙烘焙哦啊做这个哦啊做这个亚美大哥亚美大哥哈纳玛塔阿那玛塔本达烘焙本达烘焙哦耶嘎亚玛哦耶嘎亚玛德勒扎给颂德勒扎给颂嘿嘎亚玛嘿嘎亚玛德勒扎给颂德勒扎给颂日玛亚玛日玛亚玛德勒扎给颂德勒扎给颂萨瓦迪达萨瓦迪达舍腾贝尼舍腾贝尼贝尼贝亚多亚贝亚多亚三格瓦热呢三格瓦热呢中红扎中红扎达加蓬罗达加蓬罗纳诺尔佛当揭巴拉佛当揭巴拉拉恰索瓦拉恰索瓦欧耶嘎亚玛欧耶嘎亚玛德勒扎给多德勒扎给多嘿嘎亚玛嘿嘎亚玛德勒扎给多德勒扎给多日玛亚玛日玛亚玛德勒扎给多德勒扎给多萨瓦迪达萨瓦迪达日腾贝里吉尼日腾贝里吉尼贝亚多亚贝亚多亚日吉舍玛日吉舍玛大颂等吉贝大颂等吉贝萨拉族加拉族宁拉马拉雅族宁拉马拉雅族沃拉族沃拉族索拉马拉雅族索拉马拉雅族查拉族查拉族萨拉马拉雅族萨拉马拉雅族烘焙烘焙日吉舍玛日吉舍玛大颂等大颂等揭巴揭巴马拉雅马拉雅多雅老爸懂那的大概告诉的有走起来你有没有把头给你不是你有没有把头给你的爬了过来你有没有把头那啥那你一个人你有没有这个这样的他说身体拉鱼了所以你有没有这个样的你有没有这个头其实你有没有这个那个把下不到的没有吃饭的拉鱼你有没有把上这日子就是牛毛把门进过，快切开，然后牛毛把炸的还好多嘛，那我就把这个扔了。哦，说那我就把这个桌切开，牛毛把门进就别切过了。你看呢？我这些当的茶多人，这现在牛毛把桌子磨起来，这开始切了，哦，他家里不把这上牛毛把这上头的干的了，还叫快切过来。在进行回遮咒的念诵的时候，有所谓的回遮六音的修法。所谓回遮六音，实际上它就是回遮六种仇敌。哪六种仇敌呢？或者是怨敌？这个怨敌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的六种烦恼。
不管是自己的烦恼或者是他人的烦恼，三界六道有情众生的烦恼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所要回遮的对象。我们回遮的方式是以智慧的火焰加以击退三界的六道有情众生的烦恼。如此一来是在念诵回遮咒的时候，重点就在于克服或者是去对治自他众生的所有烦恼。有些人他连自己有烦恼都没办法认识，怎么样不能认识烦恼呢？当他心里面想着有我，自我的概念一升起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促进了自己烦恼，他不能够认清自己烦恼之外，由于我执的缘故又强化了那个烦恼的力度。所以呢，应该要晓得原来嫉妒心、嗔心、吝啬心这些烦恼才是真正的仇敌。我们在念诵回遮咒的时候，真正要对治的是这个，真正要对治的就是六种烦恼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在修持的时候能够注意的。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这里头透着往国民家国人民呢，是往国有的作者，有了横光的，就是多不及什么的呢？那都刚才幸亏十八是我爹的。이가지는나요래내바요래마음바요래다다설문에시바들이좀다다나오냐배형님들이내축구다보자대가들이랑도내만날봐저사마들이제일신데고래내유모관련도먹어서니대가마냥봤더니대중들이몸을쳐그래요래그래대홍홍대공홍대시바들예물도공고래接下来是易观顶，在易观顶的时候，有很多要进行观想的。按照法本的话，有很多要观想的。不过重点我们就放在观想哄字上，而不随任何的分别念转。现起任何分别念的时候，你就任它现起。你所需要注意的，仅仅只是认知分别念的那个觉知本身而已。那个谁在觉知分别念的那个觉知者，才是你的主题。那个觉知者在。过去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当下也是存在的。你的注意力应该是放在这个觉知念头起的那个觉知者。比方说当你升起有一个自我的概念的时候，那个了知自我存在的那个觉知是你所要关切的。对于这个觉知，你只是把专注力放在上面，对于任何的念头都不要有任何评价跟追寻，不要去对他做取舍，不要认为说慈悲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培养慈悲心。烦恼是仇敌，所以我现在要克服烦恼。在觉知的当下，不要随任何的念头走，不要随任何的念头去做取舍，仅仅只是不涣散的安住在这样子的觉知当中来领受一贯顶。刘老师呢？十八岁也那样，十八岁死了。아생모생모시거래생모시작가래시뭐마시작가래요시작가래요뭐마시나나오냐봐나래지고래지나중에지요래뭐시소오생내로내거랑들은남카로생모니들니믿어서들이생모시는시거래동자대대마시가받은나중에니믿어서마시받은대대미시키동가래나중에그래대나중에세골사바다니지거래刚做起过来就三八车你把卡给车过去的三八的你就马光把这杀鸡肉去摸那样等于别人那个把它偷偷的买了去。刚刚提到了必须要认识那个觉知本身，那么认识跟不认识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先来讲不认识觉知本身会有什么问题。不认识觉知，你就会随念头而转，你就会认为有一个我，有了我就会跟他者产生隔阂，就产生了界限。有了自他的界限，自他就不是不二的，你就不能够了解自他不二的本性。这个就是不了解觉知他的过失。那如果了解觉知本身的话，你认识觉知的话会怎么样呢？你会晓得心的实相是怎么样子的，你会能够真正把握心的实相原来是无二性的。在你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心的实相是无二性之前，都应该要产生一种定解。什么样子的定解呢？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怨敌是我执，能够破除我执的对治力，唯有靠无量的慈心跟无量的悲心。
这是绝对要产生定见的，乃至你证得实相之前，都应该要如此培养，而且要以慈心而引生无量的悲心的。如果你没有懂得以培养无量慈跟无量悲的话，就算你修大手印、修大圆满，你只能够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而已，不能够究竟证悟心实相的。嗯啊，什么头就忘了，嘴巴没有的，那就忘了。一多工作工，这个那个，那俺给啥了？俺给啥了？东西没有，什么让让什么让当说不是俺啥东让没？嗯，那啥东让没？我没忘过了，那路就东了，也工作工资当这样。啊，工作个，嗯，个也是，然后把日子都过了，但是个也是，然后那年我弄个，嗯，那就得把弄个桌子坐起，然后他那一些萝卜得烫起，嗯，那得烫，那得烫的，啊，看人家从哪啊，看人家从哪。嗯啊，那个啥的样子，我那对面的我们把这马说马让马让到马就是不许，嗯，那啥东啊，西啥的东，这这对面的话就我觉得那样子，我怎么做呗？我话就在讲讲把脚把，我这把那腿脚往越弄，这倒是那个倒成了你这些的手上把，嗯，这些的动作。这里打着打打车送光说打车送光的了，这是他光的了，工作不打车的了，车不那路嘛多好的，哪里这么重要的去了，什么车没得，你的车没得，你就可以吃不要的，你这位上的打车早上车要上出省的，上班的你的那个，嗯，你路刚刚上去了，把这里中间这里多几句讲说嘛。这里成绩他们这来的呢，成绩拿了三八八九八一百加个送，这里看这个单车飘了头，单车送多用了，到大东就比较把的带过来，要来他打，你嗯，上海单车发现送多了，这带过来都蛮不要的，送通跑不要的，还可能呀，这里坐这里三九成三八零九几的，那个大伯家了，这里找了单车，弄过去就找了车，单车过来再到了车的。这就当然了，王师傅各位，这几年那么多年，没龙兄弟，这是他是王各位。接下来是承诺三昧耶誓言的阶段，三昧耶是一切观点的命脉。如同前面所讲的，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持守三昧耶就是要认识到，究竟要打击、要对峙的。要摧毁的对象是我执，摧毁的力量是什么呢？摧毁的力量就是慈心跟悲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如果能够持守这一点的话，就能够守护好世俗角度所说的三昧耶。那么三昧耶誓言分为根本三昧耶跟支分的三昧耶誓言，那我们应该要着重于守护根本三昧耶誓言，也就是菩提心。他的助伴就是慈心跟悲心，他应该要从小处着手，比方说从身边的法友开始发慈心跟悲心，乃至广集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用慈心悲心去对待他们，如此一来就是守护根本三昧耶誓言了。有些人他们认为誓言非常的众多，当然我们要一一的持守是很有困难的，就像是有很多的忏悔文，比方说密宗根本多忏悔文等等，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在破三昧耶誓言的时候，或者三昧耶誓言衰损的时候有救济的途径。不过最主要的呢，是要了解到即使支分跟根本三昧耶是如此的广泛众多，要一一持守是有其困难的，但是我们应该要把握住核心的，也就是根本的三昧耶誓言，慈心跟悲心，拥有菩提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严重的违犯接下来在要做的就是我要给诸位做观点，那下面会有这个其他的僧众为大家做法本的口传。啥时候先做了不给点压给那是这个法本口传是否闭关法有的，所以仁波切灌顶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法友就依序灌顶完之后就离开园区，并不需要的同学的口传，这个是针对闭关法本的口传。那个菩提心真宝菩提心的四句仁波切说要边念，
啊，我可以背啊，可是就念一遍可以吗 ？OK， 那那个念诵咒语的时候，念持守誓言的时候，我们就用中文来念那个菩提心妙宝的四句偈，啊，就当成领受三昧也是。OK， 看不住就。就大家跟着我念，然后这个就是三昧耶识言，菩提心妙宝，菩提心妙宝，未生者愿生，未生。